为什么这样子？我的队友都不知在干嘛。四八是萝莉控，我妈说是萝莉控。我玩的角色有哪一只看起来像小妹妹的？他在不在的话，不是可以投降吗？我干，他回来了！干你老师，你怎么不继续不见啊？干嘛回来啊你？你不回来，不回来我就可以重来了。哎呦！啊，素人没动啊！为什么没人要帮我呢？他就跑不掉了，也不帮，真的是。刚刚他只要愿意过来的话，我们超容易杀他们。别啊别啊！你怎么会上这一个啊？你现在才飞也太慢了吧！中路亚索，下路吉恩克斯，上路不看地图的素人，下路烂到笑的你，我的天！你怎么不打他？我们不是，我不是拼的吗？哦！为什么这样子？我的队友都不知在干嘛，统统不想上。整天都想要回线上士兵，吃了一大堆的兵以后，就走到中路，然后开始送头。送完之后还要追这个可怜的狼人，干你娘几百！为什么这样子？我的队友都不知在干嘛，统统不想上，整天都想要回线上士兵。吃了一大堆的兵以后，就走到中路，然后开始送头。送完之后还要追这个可怜的狼人，干你娘几百！组合太废了，什么东西都一样啊！没有，我换一个 jungle 也不可能保住那 AD 啊！一样结果啊！